记得订阅及按赞，有新片时就会即刻收到通知。大家好，今日有个深圳朋友带我哋去到十亩地嘅信心小聚，食避风塘肉蟹、用岩大头虾同埋焗鳗鱼，另外仲有几道非常美味嘅小菜。信心小聚位于车公庙站同埋下山站中间嘅十亩地，两个站嘅步行距离都系差唔多。咁我哋今次就搭到去下山站，由 C 出口上到地面，过咗马路之后向左转。一条直路大概行五分钟左右就会嚟到太炎绿路，之后就过马路，沿住呢个巷子入到去就会见到信心小聚。信心小聚系一间粤式海鲜大排档餐厅，店里面嘅装修风格就比较复古怀旧，似系70-80年代风格。有啲场景更加要系粤语残片里面先会见得到。呢一只就系花塔饼，细个嘅时候阿妈就俾过我食，我仲以为佢系零食添。店里面有个细细地嘅水果自助区，只要唔好浪费，任食唔嬲。虽然佢嘅品种就唔系好多，咁但系全部都系好新鲜、好甜。饮品柜嘅饮品种类都有好多，仲有一啲复古汽水可以攞支嚟试试。靠近 VIP 房就有一组鱼缸。里面就养咗好多蝦同埋蟹，咁呢一隻就係青蟹，阵间我哋嗌嘅避风塘肉蟹就係用佢嚟煮㗎啦。隻隻蟹都三万有力，攞上手都觉得好重。餐厅仲有超大隻嘅斯里兰卡肉蟹，不过就要提前电话预约先会有货。由于我哋一早就做好晒功课啦，所以呢一嚟到就点咗菜，之后就攞咗少少生果食住等。第一道菜就係避风塘肉蟹，是最正宗的全蒜避风塘做法。而家好多餐厅都是用面包糠去代替蒜头，咁我哋而家就食咗蟹蓋先啦。就咁望落去，已经见到蟹蓋上面系铺满咗蟹膏，仲黐住咗好多甘厚焦香嘅蒜头碎。用筷子撩开啲蟹膏，最后先发现原来呢一只系重皮蟹。咁我哋今次真系有口福啦！如果迟少少先食呢只蟹，就有机会脱壳变成软壳蟹。不过软壳蟹都是可遇不可求，我们就只可以退而求其次，有重皮蟹吃已经是很好彩了。重皮蟹的软壳是由脂肪形成，咬下去它的口感是甘香丰厚，充满了蟹的精华，蟹钳都大大只，需要用个钳去夹碎它。哇，真的有好多肉啊！那这只蟹是非常之肥美，真的很漂亮。半只蟹身已经有最少 15cm 长，如果整只蟹打开的话，我估计肯定有 30cm 左右。蟹肉鲜甜，而且是非常多肉，超满足。第三道菜就是招牌熔岩螺丝蝦，蝦壳的外层黐住了很多咸蛋黄，望住已经流晒口水，好想吃了它。一盘就有8只蝦，只只都好肥。吃之前就可以啜一啜蝦壳上面的咸蛋黄，咸蛋黄味比较浓郁，咸香味会一直留在口腔里面。一摸开蝦头就见到红色的蝦膏，真是令人充满期待。你看看这一块红卜卜的蟹膏真是很抢眼呢，平时在街小买都很少见到有这么漂亮的蝦。蝦肉非常弹口，很新鲜，超级好味。其实可以试下整只蝦连埋壳咁样摆入口，咬的话就会更加原汁原味。这一块是粟米，沾满了咸蛋黄酱，酥得嚟又带住粟米的甜味，真的很特别。第三道菜是豆豉焗爽脆鳗鱼，鳗鱼肉很厚身，表层微微焦黄，吃下去是淡淡肉，再加上豆豉的咸味，味道真是一流。不过有几个鳗鱼就有骨的，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成日要挑啲鱼骨出来，那我就觉得真的吃得不够畅快。鳗鱼的盘底铺满了蒜头，咁样就可以防止鳗鱼焗窿，仲可以隔开层油。第四道菜就是肉雀焗圣皇，圣皇开咗边，再加上肉碎同埋葱放咗喺蒜头上面一起焗熟佢，圣皇非常鲜甜。另外我都好中意佢肉碎嘅味道，因为佢啲肉碎系充分咁样吸收咗圣皇嘅味道，食起嚟系更加有咬口同埋更加好味噶。圣皇壳上面嗰啲汁亦都唔可以浪费，饮埋佢咁真系快活到好似神仙咁样。第五道菜是盐焗肉酱仙女背，同样都是开了边，再加上肉碎和葱一起焗熟它，
咁呢一隻貝都係好鮮甜，肉碎同埋葱就令到佢嘅口感變到更加豐富。貝殼裡面啲汁液真係超級正，不過就油咗少少。每一個都係肉質肥美，醬汁非常之香，食落去好爽口，好鮮甜。當中嘅肉碎都係好正，好好味。第六道菜就係黃油焗貝貝瓜，一道非常唔起眼嘅菜式。咁但係佢就俾咗我極大嘅驚喜，啲瓜肉係煮得好腍，松軟好味，而且仲有少少甜，真係比佢嘅賣相好食好多。其實大家知唔知南瓜其實佢唔係蔬菜類嚟㗎，其實係澱粉類。唔係上網查又真係好少人知，係唔係好意外呢？呢餐又係好滿足嘅一餐，埋單人均只係需要100多元，真係好抵食。睇返美團，信心小聚係金冠好店，喺美團都提供咗唔少套餐俾大家選擇，有雙人餐、四人餐、六人餐同埋八人餐，其中四人餐係600元有找，又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大家可以自己上網睇一睇。餐廳裡面都放咗好多懷舊物品，我好多都唔識㗎，要問人先知原來係當時嘅日常用品。这个火水灯是70年代是大陆经常用的照明工具，左边是暖水壶，右手边就是巨型电筒。这个是电视机，70年代三大件之一。红色是手风琴，黑色的是电话。我估90后出世的人很多未见过它。连地砖都是用回复古花纹，真的很有心机。餐厅环境很怀旧复古，店里面也都有包厢。适合朋友聚会、家庭聚餐、情侣约会和宵夜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就等我用镜头带大家看一看餐厅的环境。